哥哥的话就是会不一样，就会有一点点哭腔。弟弟如果不在的话，我会很难过。Hello， 我叫陈彼乐。你今年几岁？八岁。对面是谁？我哥哥。我们是双胞胎。我是安安，今年八岁。我是乐乐的哥哥。我们是双胞胎，睡一样大。我喜欢当双胞胎，因为呢，我想要有一个哥哥陪在我身边。如果没有哥哥的话，我就会孤单，所以我想有一个人。耳机给我，是有音乐哦，喜欢，因为不用抢玩具。如果他比我小的话，妈妈就会说我要把玩具给他。他会给我，我会踢你，你会暴打我，我暴打你，也不是暴打啦，就是很不好的习惯。我在跟别的朋友玩的时候，他就在滴滴。你说土鸡这个是？没错，有，就是比如说在写功课，他。一直在那边骑地图的时候很烦，很多人长得不像，还有身高，还有公斤，喜欢的东西不一样。我喜欢那种，就是芭比呢，他喜欢乐高。我很爱他，然后是我也很喜欢他，我觉得有。这个哥哥很幸福，有时候他会装可爱，他会装可爱，哦，怎么样？我很生气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感觉就是一按个按钮嘛，就会出来说我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感觉他有点，你给我谢谢。他好像有怪我，因为他没有对我做过好的事情。没有哥哥的话，就是会不一样，就会有一点点枯燥。因为没有他在的时候就不一样，吃饭的时候还好，是睡觉他比较做比较多事。我会觉得我没有弟弟的话，我会很孤单，很多事情可能都做不到。娃娃会少了很多啊，就没有那么多娃娃，也感觉家里少了很多人，少了很多是娃娃这样。弟弟如果不在的话，我会很难过。我觉得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很重要。我真的非常爱你，非常爱你，乐乐。因为呢，他说他很爱我，哦，这样就很感动哦，而且在抱我。你不是也有抱他，所以你觉得很感人。你哥哥居然跟你讲了这么感动的话。嗯，我想哭。你也想哭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哥哥说让我一句很感动的话。是哦，你怎么我们下戏了才讲？你们分享一下你们刚刚讲了什么？啊，你先，我真的非常好奇，你刚才到底讲什么？我问你，我很孤单，然后之后我爱你，然后之后你到底真的住在听吗？我爱你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会觉得很孤单。我很爱你，我觉得有你的话，我会。